在我短暂的生命中，曾经有过境遇截然的两副面孔，两种人生。当我面临死亡，我才明白，我伤害了所有曾经爱我的人。我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良知，我的生命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将灰飞烟灭，随风飘逝。只可惜临终到死，我也浑然不知自己究竟是谁。如果要忏悔，我更当忏悔哪一种人生？陈世勋，还是王天成？我知道，我这一去，将永远背负罪名，任世人唾恨齿寒，被亲情彻底遗忘。可这一切已覆水难收，就让我在万劫不复的唾骂声中走向地狱吧。世勋呐，你不管到了哪儿，都别忘了丹丹，别忘了海莲，别忘了这个家啊！妈，我出去闯不都是为了他们吗？等我在外面站住脚，我马上就把你们接过去。我知道我的儿子从小就是又能干又孝顺，不过世勋呐，你这一走就把整个家都甩给海莲了。你看我这老的老，小的小，那真是难为海莲了。妈，谁家没有老和小啊？不都是这么过的吗？爸爸，妈妈送给你的手绢一定要带着。哎，爸爸记着呢啊。现在大城市人谁还用手绢啊？这就别拿了啊。哎，别人用不用我不管，我肯定得用。我还记得结婚之前，你从纺织厂把下脚料带回来，给我做成手绢，绣上我的名字送给我。这正经是咱们的结婚信物。海莲呐，你就让世勋带着吧，这是你亲手给世勋做的呀。走，给你爸爸做点吃的去啊。世勋，我把钱放在这个包里了，千万不能丢了。要是十万块钱不够，我再问别人去借一些好吗？足够了，借多了怎么还？世勋，这次你去东海压力也挺大的，要注意身体啊。不会的，我相信我自己的选择。东海比咱们这儿竞争激烈，越是竞争激烈的地方，越有希望，越有机会。当初我要是听你的话，平时多看看书，多学学文化，说不定这次我能跟你一起去闯荡吗？其实你没必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，你现在就挺好的。秦海莲就是我的好老婆。上厕所把裤子压皱了。
婿呢，到那儿安顿好了，就赶紧把海莲和丹丹接去啊。嗯，妈，您老一定多保重啊。海莲，我走了。你胃不好，你一定要吃饭，多吃面食。我知道了。你去闯吧，家里是你的后盾。哎，世勋，这人这么多，女儿在这儿。乖女儿，哎，先帮我。寄到东海去，我要当一个模特，要当一个服装设计师。等你和妈妈老了，我就挣钱养活你们。嗯，爸爸妈妈下半辈子全靠你了，你先把牙给爸爸长出来，好吗？爸爸，来，拉钩，一百年不变，不准骗人，谁骗人谁是小狗。啊，不准骗人。妈妈，你过来。一百年不变。时间快到了，你赶快上车吧。妈，我走了。世勋，你放心的走吧，家里有我呢。哎呀，老同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来来，我帮你拿。苦瓜，都自己了，我自己。哎，世勋呐，欢迎你来东海和我一起创业。走，咱们先到我公司去看看。哎呀，世勋啊，我一直都忘不了咱俩在大学时的情谊。哎，对了，世勋，我跟你说那个钱你带来了吧？毕业的时候，最大的心愿就是一起办公司，一起创造财富。现在东海可是咱们国家最具有潜力的城市了。到2010年的时候啊，世博会将在咱们东海举行，到时候，哎，你我可一定都是大老板了。老同学，看，这就是咱们的公司，还真的挺大。是啊，世勋啊。啊，我找你来，就是为了咱们一起能够创事业。哎，哎，世勋啊，看，这就是我的办公室。啊，快进来。哎，坐呀，快坐坐坐，坐坐坐。哎呀，老同学，等你入了股以后啊，这公司可就是咱们自己的了。每年年底你不但有分红，每个月还有月工资呢。等咱们公司情况好了以后啊，来，
我还会为咱们的职工提供住房等一切的福利条件。哎，世贤啊，你钱带来了吗？不带钱，我干嘛来了？对，哎，这样吧，你把钱啊，赶快放到公司的财会部，带着身上也不安全呢。虽说咱们是老同学，可我希望还是按正常的手续来办。不，你别误会啊，我这是对你负责，也是对我的家庭负责。你知道吗？这些钱是我们全家十年的血汗。我能不能先看一看公司有关的资料？哦，当然可以。哎，你不这么要求啊，我也要这么要求呢。等一下啊，小刘啊，你把咱们公司的营业执照，还有银行的验资证明，还有股权的分配方案啊，还有那个咱们那个企业策划书，都送到我的办公室来。世贤啊，咱们公司的注册资金啊是200多万，你的股份占20%，到年底分红的时候，你可以拿到总利润的5%啊。哎呀，要是换上别的关系啊，我是绝不会轻易出让股份的。等咱们公司发达了，到了美国的华尔街和法兰克福上市的时候，谁不能说咱们这些原始的创业人不是抱了个大金娃娃呢？啊！侯总，你要的东西。好，去吧。时间，你看看吧。好吧，胡光，我可就把这些钱全都交给你了。哎，别别别，咱们按照财务制度来，你把钱呢交给公司的财务部，他们会出具一份公司的收据，你还要和公司签订一份正式的合同，认定你在公司的股份。你也是老板呐，要是我干不好，你和其他的董事可以联手把我给炒了。小兄弟，你是董事吗？我是胡光的大学同学。看来这个公司和胡总没有关系的人是进不来的。下午我到公司，把那个钱给交了。过几天我就开始工作，参与公司的管理。具体工作呢，还要等董事会讨论决定。那你们公司实力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吧。反正办公室在一个20多层的写字楼里，工作人员很多，
也很正规。公司的手续我都查看过了，都合法。你们公司生产什么产品啊？主要是开发保健品。哎呀，胡光是我大学的同学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你把我这的电话记一下。比一比一比，快快。等一下，你说吧。区号我知道。64657891。7891对吧？哎，妈在这儿呢，你跟妈说几句吧啊，来。世勋呐，安顿好了，你就赶紧把丹丹和海莲接去啊。海莲想你啊，人都瘦了。妈，您也多保重。好在有海莲在家照顾您，我就不用担心了。哎，好。有钱了，多给我买几件漂亮衣服。哎，爸爸知道了，闺女儿，你一定听妈妈话啊。就知道衣服。不说了，挂了啊。妈，他们的办公楼啊，有20层呢。是吗？妈妈，20层楼有多高啊？很高很高啊！对，很高很高。这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呢？我都等了一个星期了，我还等了2星期了，急什么？东海这么好玩，先玩几天再说嘛。我刚交了8万块钱，公司说决定这2天确定我为董事。这算什么？我还是董事呢。这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呢？进。哟，哎呀，老同学！哎呀，老同学，你看，哎呀，我实在太忙了，没有好好招呼你。来来，坐坐。不不，我有个事儿，我不明白，想问问你，咱们公司到底有多少位董事啊？就光我住那小宾馆，就有好几位。按照正常的程序，董事会是由全体股东选举产生的。老同学，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的。其实真正的董事啊，就我们几个人。哎，他们是把董事跟股东的这概念给搞混了。他们没什么文化。这个公司真正的主人就我们两个人。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，企业的主人应该是全体股东啊。对，股东才是真正的主人啊。哎，这样晚上7点半我来给你接风，咱们老同学好好聚聚。不接接风就算了，我希望你抓紧时间给我安排工作，我上班习惯了，突然停下来浑身不舒服。你放心吧，老同学，等咱们的事业红红火火的干起来，你想停都停不住啊。哎，这样，我现在还有点事儿。哎，我7点半来接你，咱们不见不散啊。好同学，好，不见不散，别忘了啊。好，再见啊。248万都在这儿了，这些钱呢可够我们两个花一阵子的了啊。哎呀，为了这个局啊，我整天的是担惊受怕呀。今天晚上你可要好好犒劳犒劳我，让我享受享受啊。你真够狠的，连你那个睡上下铺的同学你也不放过吗？嗨，我告诉你，不管是谁的钱，只要能揣到我的口袋里，哪怕是6亲不认也得干，这叫资本的原始积累嘛。你呀，小心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。宝贝儿，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别急嘛，你不是说每次喝完酒就特别有感觉吗？我去给你拿酒。还是你最了解我啊！快点啊！我马上就回来。怎么样？钱都在，你东西带来了吗？亲爱的，再来一杯。喝。先去洗个澡吧，啊！
这出什么事了？我刚刚到他的住的地方，他欠了房东一屁股债跑了。你想想，咱们这么多人呢，一个人八万，加起来一百多万呢。啊，是我们的血汗钱，想办法呀！集资是非法的，你不会打个电话到银行或者工商局去查一查？当时我们关系……你别着急，我们会全力调查，一有情况我会找你。就要硕士研究生。现在我们公司确实需要人手，但是需要交一定的押金。这得交多少钱啊？大概10000块钱左右吧。我听说贵公司需要管理人员。是的。喝水呀。公司刚刚成立，需要很多人才，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。
结过婚了？对啊，我孩子都8岁了。对不起，公司招聘人员已满。哎，您刚才还说您这里需要人，还说我比较合适。现在不需要。莫名其妙。哎，刚才您是不是跟我们女老板说你结过婚？是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怎么了？我们公司的女老板呢，现在感情缺钙，需要补充营养。不明白。老弟，下次你去别的公司应聘的时候，特别是女老板，一定要说你是个单身。这不是骗人了吗？这不叫骗人，这叫包装。讲英语，帅哥，你这么帅，做服务生亏了。小姐的意思，她叫什么名字？黄飞飞。哎，你小子不是打她什么主意的？想也甭想，像你这没钱的，看都不会看你一眼的。那这个妈咪比小姐挣钱还多。那可不，小姐一年啊，顶多挣个十几万，妈咪一年就能存个几百万。最近认识个妈咪啊，就被人干掉了。怎么回事？钱多伪，让人盯上了。谁呀？哎，诗训，是你吗？海莲，你怎么样？挺好的吧？是新电话。你当上董事了吗？啊，当上了。啊，我们都挺好的，你别挂念我们，就安心的工作吧。啊，你不要担心我，我挺好的。那咱们就省点钱，不聊了。爸爸，我想你了。
你赶快把我和妈妈接到东海去吧。好，一定。寂寞的吧，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，她挺有钱的，或许可以帮助你。她帮我什么呀？你们交上朋友，你可以找她谈呀。什么意思啊？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，少一个朋友多一堵墙。交朋友啊？怎么个交法啊？哼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老实呢？就是投其所好，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你只要付出了肯定会有收获的。我付出什么？付出你男人的力量啊。那种事儿我干不了。什么？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干不了？我不是那种人。哼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呢？我告诉你，我找你是抬举你，按常理你还应该感谢我呢，哪有你这么不领情的。谢谢你，谢你对我趾高气昂。我不愿意做的事儿你不能强迫我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酒吧我说了算，我跟经理一句话你就可以走人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现在就不干。哟，你这真要走啊？哎呀，你说你跟个妈咪置什么气啊？再者了，你东海又不熟，人生地不熟，能去哪儿啊？哎呀，我知道你自尊心强，有远大抱负，但你还得先填饱肚子。真不干了？说什么也不干了。哎呀，来来，兄弟。走，哎，咱们呀也算是兄弟一场了。会开车吗？会啊，我正经学过。哎，那就好办了，我东海啊有一个亲戚刚好有辆出租车，要不你试一试。Thank you.
你没事吧？喂，喂，你怎么了？喂。